欢迎回来，我们拜尔帕系第二趴啦，我们的来宾姗姗来迟，我们的萨克。大家好。有没有觉得今天不一样？哦哟，多了两位更漂亮。完了完了完了！你开口闭开开场不到五秒钟就得罪人，结果你会很厌烦，想看到的来宾。哦，我要再顺便解释一下，因为我们开头忘了讲，就是除了那个金融东跟那个就其他人去那个香港比赛之外呢，叶子是因为他 HKE 那边办比赛，所以他也跟着去了，所以他今天也不客前来，所以请假。嗯，好，那萨克来呢？哦，我们接下来要不好意思，一进来就要开始直接玩游戏了哈。是是是，对对对，不给你任何想要讲话的机会。对对对，迟到就不用讲话。因为我第一趴迟到，我刚跟大家聊天说哦，可能明年住华家，但我现在不太敢住了，我这会被堵，我这就会堵。不会，你家会被包围。OK。好的，我们哎呦，是不是要不要关一下那个讯息？都被看光光嘞！哎，对啊，你讯息没关掉，有个勿扰模式。有了，刚有人说什么？你要不要去车站？我等你。对啊，说什么？啊、等一下下班是不是要？哎呦，照片也被看到了，悲剧。哎呀，这个女生，你直接把她抱出来这样好吗？欢迎谁？好啦，那我们第一道关卡呢？哦，我们刚刚来讲过，我们这一趴要玩的就是第二届的格斗天赋检定啦，哈，那就是考验大家那个，因为我们格斗游戏其实有考验玩家很多很多项目的那个，应该说比如说反应啦，或者是那个有点类似 in game 那个节奏感啦，因为按连段是需要有点节奏感的哈。那我们总共有四个关卡，好，我们总共有四个关卡哈。第一个关卡，那其实就是大家最熟悉的就是考反应能力了。那反应能力呢？这是基本能力啊，在你面对一些因为我们格斗游戏是一打一对打嘛，那你就是看对方出什么招式啊，你就这样子按这样子。突然有怪怪的人打给我，真的假的？你不要吓我，现在这个死人没有收起，七月鬼还没鬼门还没关呢。昨天因为我没有看声音，可是他有哔哔哔的声音呢，是不是可能快要下雨？怎么回事啊？看我先走了，不为什么胆子不要那么小好不好？胆子长那么大就我干什么啊？不知道，因为我刚才想说怪怪的，怎么会有声音那么好听？音呐，可是它是哔哔哔，还放警告，好可怕！哦，那个是那个国家级的那个，是发生什么事？赶快看一下，那地震才会有吧？是电话啦，可是怎么会有声音呐？你自己都吓一跳，对啊，自己都吓一跳。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我们要来应对对手一些攻势的时候，可以做出一些正确的对应动作啦。那我们要玩的游戏就是呢。Hardest game ever 啦，哈，那我们来挑战里面的关卡，来分出名次，依照一到五名反应能力分别为五、四、三、二、一这样子，所以第一名是不是可以先选的啊？那个点心刚，对，是不是可以先选？我们的奖励是什么？忘记了，应该可以先选吧？知道奖励是什么？什么知道？为什么你好像知道？没有，我都哦，对啦，下一趴才有，因为我们下一趴要依照分数去做那个分组。没有错，分组哦，这个是练习，然后测试一下大家的能力。Good， 哎，有点忘记。然后我们项目的结果呢，会秀在那个底吧上面，就是等一下排名出来之后。那我觉得我先示范一次给大家。因为想要做成那个，就是能力值这样。有圆饼图，圆饼图之类的。我记得我们有一次有真的有做这个东西，我们有一次真的有做那个，就都烂烂，然后都一点点而已。快打那个饼出来半年了，还没有功能。你不知道那个吗？哦，对，因为其实快打里面也有做一个类似这样的，可是他就是你，我说你说网络对战打仗，我说角色有啊，他帮你分析你的能力就对对对对对。好，我们来先来看一下，我们示范一下这个游戏呢要怎么玩啊？应该我先来示范一下，干嘛？哎呦，哦，蟑螂打蟑螂啊！对，没错，我蟑螂太棒了，我看到这个，哎 ，miss， 哎 ，miss， 好爽，好爽，好爽，不是，我看不懂，先关。是什么时候要按？不是你这样有示范到什么？我完全看不到。你知道什么示范？我完全不知道在干嘛。我要再示范一次，我这是不是示范啊？看反应啦。为什么不是蟑螂？你不要手抖，不要紧张。对对，我也是这样。我跟你讲，他手很抖哎。没有，他每件手抖。就叫你不要假抖啊！不要假抖啊！练健震动，练健震动。练抽太多。好，练健震动。还是你要去点那个蟑螂？哎，按图下。你干嘛？你动作太快啊！谁找的啊？你是按蟑螂，你给演员示范啦！卢比之前试过吗？没有，我不会怎么玩。你之前没玩过？哎，这个可以放这边比较好吗？卢比 ，Outdoor，Outdoor， 太 kick， 太 kick， 有，好，会，哎，真好，这样就好了，哎，对，那怎么办？怎样啊？怎么办？那怎样才是最高分的？
就看你打几只啊。我可以试一试。没有，那其实很简单，就是你看到每个人都试一下。不是吧？他是跑的，每个人都试。玩什么？如果你越近，他跑出来的时候，你越近的时候按掉，你的分数越高。分数越高。真的。所以就是看到他动，然后你就按这样子。哦。欸、会呢，哦，赢了，赢了，赢了，可以了，可以，可以，可以，只是示范而已，只是示范，示范而已，不算示范。哎哎哎，跑走！神迪要不要试着玩一次？那每个人都试玩一次，等一下要正式来好不好？屡踹屡踹，这完全就是在考反射神经哎。对啊，反应能力啊。啊，第一个 play， 完了，这个阿 B 专门的，按住啊，左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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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哎、欸，中间中间中间！哎呦，好厉害，有预测能力耶！哎、欸，为什么你知道？没有，我想误导他，谁知道真的是我想的呀？我只想误导他而已啊！来，沙克玩一次，沙克玩一次。OK OK OK。来，按捋出来，然后 play 啊。捋出来在哪里？跳出来。啊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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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哎 ，Orange Original 吗？第一个嘛哈。第一个，蟑螂在哪里啊？对啊，没有蟑螂啊。哎，往回去，往回去，往回去，下面那个，下面那个，对对。哦，好。然后这个它这 app 里面有很多小游戏，对对对。哦，就是其中一个啊。好 ，play，play。Ready go。中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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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在那边乱。蓝色，中间，中间，蓝色，中间，蓝色。有没有？我跟你说中间，我不相信，我就跟你说中间。有啊，这个是哦，这是越低越高的意思。对对对，因为这是秒数啊 ，ms 啊。中间，中间，中间。哎呀。啊！好，所以我们要正式来，我想要先赌啊，想要先赌。好，现在开始游戏，对，现在开始正式开始。我觉得录不行好，我再录以后会不会有压力啊？喂，我觉得在你后面都不会有压力，在我后面怎么会有？在后面最有压力啊！对对，在你前面。左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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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边。其实你683，记住你683，六八三算零分吧？没有，其实有点难的。然后从 Sandy 这边开始啊。有啊，他刚刚给分数啊。对，他就是冲出去，他那是冲出去没打到就683，对，就零分。那我第二个是失败，等于这是要比短，是比短的失败。好，那好紧张哦。中间，中间，左边，左边。你就用这个就没太扯了，这样预测，你就用这个，要继续继续继续啊，继续继续就玩到死为止，玩到死为止，不会死吧？会啦会啦，几轮以后就会过关，然后哦过关 ，OK， 其实反应很快，对啊，身体不错哎，对啊，好厉害哦。哎呀，那聊天室不懂啊，我这做效果啊。而且这拖鞋蛮爱的。对啊，为什么是蓝白？蓝白，这是台湾做的啊。可是简体字哎，是吗？对啊，刚刚简体，看看。对对对对对。哎呦哎呦。哦。哎哇，厉害厉害！那这样卢比大到底算几分？压力好大，零分哦，零啊零的哦，压力好大，可不可以给？好好，没关系，阿B先。你在我后面会有压力啊？你确定吗？在你后面没有压力好不好？看到返回是不是？我觉得一千以下就很难哎。总分啊，是吗？我觉得一千以下就有点难。阿B啊，小蔡在看啊。哦，我们两只手。阿B 很黄色，黄色，黄色，手都放黄色，黄色。啊！甩到右边，右边啦！你在各种干扰。阿B、小蔡在看。我打快打都没那么认真。小蔡在看，小蔡真的在看。一直干扰。哎，小蔡。阿B， 阿B 啦。哎呦，哦，好稳哦！不愧是前职业选手呢，好像反应很快哦。这分数搞不好会比好像会，好像有点超过哦。我越来越短，哎呦！啊，不是啊，因为他出了之后，后面那一个就可以啦。哦，也不错，那新纪录哦。所以再给沙克。我发现这个不是给老人，这样玩怎么办？我觉得我有点痛苦哎。对啊，这不是给老人，因为刚刚试完的时候反应好慢。那是因为你要偷吃布才之后就没看到。我知道，中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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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吵，蓝色蓝色，旁边旁边。哦，抽象，我还会抖，抽象的，我不想输啊！干，你们不要那么认真好不好？我不想输啊！其实我分数应该都蛮接近的，应该都差不多，应该都差不多。哎，慢喽，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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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只都只有我按不到，第一只都会比较慢哎。啊，因为有三选一啊，你不哦，也对，对啊，因为接下来他不会重复出来。可是我会想先读啊。那你现在选中间那个，先读就爆啦。耶，我降不到一千，这游戏玩起来还蛮有快感。哎，哎呀。差三分，这游戏不适合老人玩。这种时候差几十个 M 就是什么都能被考到，对，放垫底，就是你怎么样都没跳起来，就有跳起来的感觉。哎，
没有没电了，没电了，没电了。喂，赶快玩完，赶快玩完。哎、欸，你觉得要这样子用比较好，还是站你习惯，你习惯。我觉得两手用比较好。对啊。Ready go。我就要第一个就死了。是啊。哎呦，你们不要这样好不好？哎。哦，其他分数比我还不错，比我低。哎，你看，没事，没事，好，这个好，这个好，没事。这哪？哎，其实你知道，这两天我这个礼拜还刚好还真的打过两只蟑螂。我怎么觉得他按的有点快啊？我觉得刚刚是明明在装哦。我觉得这是先，刚刚那是先。哦，完了，我觉得危险了。为什么只有我零分呢？不要不要不要，中间中间。你要不要再一次啦？不然你都没分数。对啊，没分数很难看的。好、哦，看看圆圆的分数、哦，不可以超过。哎，不错。好，那我再一次好了，我再一次啊。冠有零分也难看，零分太难看了。怎么了？他垫底啊？零分就救不了。没有，我是 B， 我没有，我没有 A。你是 B 都不到，他连分数都没有、啊。好，不要再给他一次机会，现在会有。不可能啊！现在会有，现在会有。不要洗板哦。中间。你这么会猜，你就先不要。不是你这样会不好的啦，你要拿个鸡排。右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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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按的动作太大了吧？哎，左边。哎，哦，还是赢的，这个赢的，没关系，这样就好，你 great。滚！为什么跑到上面？你快要出画面了，你还在打？还有吗？还有吗？还有最后一关，最后一关。环境不好。哦，哎。哎、欸，玩越来越快啊！哦，最后一个，应该最后一个，有没有？哦哦，啊，有有有有有有有，好了，我应该是最后一个，对，没关系啊，还是垫底，还是垫底，烂死了啊！所以我们那个接下来会统计，或者是28 EMS 哦，但是用电脑吧？对啊，哎，对，我都没发现世界纪录哎，马丁马森，哇，好厉害啊！那个秒数是作弊吧？好了，来，我们所以我们会有那个排名出来再抵霸嘛，对不对？好，哎、欸，怎么又开始了？没有没有，先那我们进下一个好了。对啊，好好好我们先进下一个是第二道关卡是力回，那好，我们出来了，卢比最后一名，第二名，你好歹是个第五名嘛，哇，哇，你两个男的大什么第二，大什么一二啊？卢比，我是第四吗？对啊，你是，你比他们两个都低啊。我觉得这游戏不适合老人玩，你知道这游戏不行吧？现场就只有我们两个是超过30岁的，没关系，真的假的？后面还有三个，都有下三个。后面考虑一回，我们就不会输了。年纪大啊，这个你死定了，这个我厉害。哪一个？哪一个？这个你死定了，我抢下来。讲到考虑一回，最强大的一回，就是用这个游戏考验出来的。真的假的？这游戏真的。你平常在家有在玩这个？没有，上次在节目跟俊东玩了一次，我们一场打完，我拿 B 示范。那你们后来玩完之后再回去 PK 吗？没有，没有。但是他拿 B 示范一次，他没有冠军。冠军3-0，声音又是 GG 三。没有，他听声音，他听声音。OK， 不要那么速记啊，演员。我这游戏真的很厉害，你看一次就知道了。有没有画面？有没有画面？前前后后，再来4D。不要了，来来，我跟阿 B 示范一下。其实这个游戏就是考验，就是就对打嘛。哎，就是对打，那就是抓距离。我们所谓力回，就是要抓一个对自己有利的距离啊。那其实这个游戏就很明显看出来，你的攻击距离就是那个拿流星锤那个距离。我们直接示范给你们看。好，来来来来来，阿 B 很有自信哎。上次把金庸弄 perfect， 他很急着要秀，你知道吗？就是你可以这样子，你就是可以左右对不对？然后你按上面就是会就是。会回吧，他一下就拿起来，然后他一下就回，没有没有，看一下就回，然后你要回到他人，太近或太远都不行。对，然后你会有平手，然后你不能一直推，后面会有人把你推出去，有没有？哎，不要这样嘛你，所以要先下下的，不要推，躲。阿兵是右边，阿兵是右边，对，阿兵是右边，挺好玩，卢比左边，刺激哦。来来来，不要跳，就抖来抖去。就说我是王者啊！好让人不爽的游戏，发动机没很强嘛？没有，是示范嘛？一比一，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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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打快打，一个灯都没办法亮。我看到了，看到广告，看到通知了。等一下，来，回来输一灯，没有啊，这。卡住！我的流星锤为什么卡住了？好，来，我觉得流星锤在脸上很合适啊。不要不要！哎，你玩，我来！哎呀！就前进的速度有比后退快吗？差不多。哎，好！哎呀！可以啊！好，我懂。这一关要挑战的应该会有一个关主了哈，是不是？关主那就是我啦！
讲太多。好吧。所以刚才是谁赢啊？哎、欸，刚刚是示范，刚刚是示范、哦。我们这一关，你不要我赢，那就说是示范啊。没有啊，没有啊，就是这样子啊。好，所以呢，跟同一个人对战，用赢的灯数去减掉输的灯数，就是个人分数了。比如说，哦、比如说我刚刚跟 RB 是一比三嘛，对不对？那所以 RB 就有两分这样子。哦，好，那所以有请我们的关主，就是我们的哈鲁。有关主。耶、yeah~。就是我们统一要挑战的魔王。对对对对对对，因为这样才能分出个高下嘛，对不对？好，所以我跟哈鲁先好了。可是这样哈鲁会不会越来越强？对啊，他也有可能他越战越强哎、欸，这样才是关主啊，对不对？而且卢比就会去帮他增加气势哎，卢比打完基本上先增加他的信心，先给他一个三比零，你们真的很没礼貌哎、欸。那第二关 RB 啊，你再削弱他的气势。好，没问题啊，真的好，真的好。太近或太远都不行，太近也不行，只能打头，只能打头而已。哦，只能打头，对，那距离要够。哎、欸，我们关主还好不行啊，所以你太近的时候，我可以过去情报这样子，对，可以，就像、那個、你就贴住他，他打不到你，就像那个什么拳击一样这样子。哎呀，拳击就没事，拳击就没事了，自己打到自己。会打会打。不要灰啊，赶快啊！有一种爱情的小情节，我觉得怎么会到两个？怎么会到？跳恰恰，他还打到自己。你们所谓的立回就是跳恰恰，你懂吗？对啊，嗯嗯，跳恰恰。直接不要灰了，直接打他过来。哎哎，两分。哎呀哎呀哎呀，丧尸之战。哎哎，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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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级大广告。哎呀哎，是不是要一秒最后才？所以下一个是阿 B 吗？好啊，好啊，剩下面我觉得阿 B 会输，不可能，不可能，这我太强。剩下卢比是两分的意思吗？对，我两分。阿 B 等下输要扣分哦，会不会两个两分两分输？来，有可能，这都是有可能，没关系，我们分数是累积哈。这种时候有的时候就是靠一种单纯的感觉，没错。哦，很 easy， 好，阿 B 先拿下一个灯。哦，这个也来啊！打我啊！摇杆自重，来呀、啊，来呀、啊！你来呀、啊！哎、欸，你干嘛？你来呀、啊！好，阿 B 现在手举高高，准备要挥下去，没挥到，好像不要推我，不要推我，抱他，抱他！你干嘛了？你不讲，不要过来！你完了，小话，完了，这关主不太行了，我想要提前的，好笑，靠他！因为突袭突袭，哎，由下往上靠，哎，怎么中？不行吧？啊，可以吗？可以啊，就靠死他！哎，不中可不中，这辈子应该没机会亮阿 B 灯了啦。所以，由此可见，所以由此可见，基隆东比他不会理哈鲁洛嘛？好，换看演员还是身体要先 ？OK 啊，看你啊，好。好，来来，演员。哎喂。好，等一下，我做个比较不行啊，这根本就是哈鲁的福利官。哎，是不是？是不是啊？这个吗？没关系啦，我也没事。哎，等一下，等我一下啊，等我一下。欲盖弥彰，熟悉一下，熟悉。哎，等我一下，你已经哎，这什么爷位啊？爷位啊？这个没错哎，你要先把它举起来，你要先按一下把将军的举起来，不然没办法打，对不对？好，然后过来哦，喂。好，不要过来啦，讨厌！要先按一下举起。对，你要你挥，如果你挥掉之后，你要先按一下把它举起来，你下一次再可以挥。好。哦，不错啊！小心后面的人会推你。被推啊！完了，好，脚步脚步，哎，靠他脸上，靠他脸上。他刚看起来像自己快昏迷，他刚看起来像自杀，他是不是他是不是卡住了？然后电子卡住，电子卡住，完了被推出去啊！我看到你那个你靠墙的时候，他那个流星锤好像有机会敲到自己的头，是这样吗？对，好像。我贴近也是。啊，这个考验力回功力啊，演员加油啦！啊，哎，赶紧赶紧考两次，演员都回来看荧幕吧。其实，哎，两个我觉得很凶狠啊，那根不够长啊，拉不起来。哇，拉了一个掉，拉了一个掉。没有，有时候你如果觉得挥空，然后送他赶快过来，你就直接往前贴，跟他靠在一起就没事。哎，粘住也是可以的。对，你可以直接跟他靠在一起，粘住就不会有事了。哦，粘住也不会有事，因为有时候你要做会被打。哎呀哎呀，哦，注意一下，注意一下。哎哎哎，哎，秒杀。哎哎哎，哥，哎，怎样？哎，怎样？哈，哈
鲁想凹，你想凹，好，所以算是演员一分一分啊，好，那我来打，好，换 Cindy。哎、欸、呀，我还没有赢过哎、欸！说不定我就让你赢了。哎、欸，我先缓一下。如果那你如果赢全赢，如果等一下身体赢了，然后你输了怎么办？对啊，有可能吗？好，来，对啊，来看看身体的表现哦。完了！哈鲁一个，哈鲁一个卡蛋，身体放过他。哎呦！两个又到两次，没有回到。周边，不算，一起走。哎，为什么啊？平手没有亮灯。瞬间一起。两个干嘛？两个很凶狠。哦，身体会呢。因为刚刚他们想要用爆的，可是。哎呀，干嘛？你们在干嘛？他们两个人在打肉搏啊。就是在打肉搏，你根本就是哇你们打摔跤，我会往前，不会往后，打摔跤，哎，骗你这聪明哎，故意骗在一起，就是他是很聪明，对，两个人要，两个人故意要贴哦，没打到，真正有在立回的感觉，乱回的，没有，没有，没有，所以那个流星锤会卡到自己耶，对不对？一直卡到自己。QQ， 没关系，我们会有防碍的一次。哎，秒杀！好，我们接抢尾灯了。抢尾灯，抢尾灯。然后跟他耗，跟他耗，往后退，往后退。中枪，中枪！没有，你干嘛？举起来，同性恋，你两个同性恋了。没有，左边那个看起来好像女的。对啊。你们两个人挥空气哦。哇，这个异常机，自己要打自己头了，身体打到自己头了，身体好，身体不想停，身体不想停，对，他入在哇，你有头撞了是？他刚好像是撞死了，你有头撞了，好，身体一分，好，最后看我们萨克啦，究竟我们就是你，究竟我们关主能不能开红盘呢？最后的最后，来，好，直接开始了啊。好，沙克，哎呦，哈鲁开始抖动了。沙克很龟啊，哎呦，沙克连玩这个也要龟啊？什么叫连？啊！哦，漂亮的一击，有没有距离？有前置动作。看老师，哎，手有点酸，这样就手酸了。哎呀，哎，这边就哎，干嘛？哇，哈鲁紧张，哈鲁不行啊，哈鲁不行啊，哈鲁，还要被推，还要被推，推，看你自己挑的哦，推，哎呀，危险，哎，干嘛？哦，两个人抱在一起，推，来注意，来注意，来注意，退康，退康，哇，居然三比零啊，你还好，有没有？其实我是来打广告，哎，没有收工伤啊，阿兵没有很强嘛，哎，来，你们叫来开玩笑，我生气了，你们两个在打架，加赛，好不好？好，所以呢，哦，一样让我们那个后台 Q 一下那个底霸哈，依照那个排名啊，应该会有同分的部分啊。那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三道关卡的部分啊。好，我们第三道关卡就是所谓的手眼协调，那就是画面上出现什么手就要做什么动作，也就是完了，这个我觉得不行啊，真的吗？你有没有办法左手画圈圈，右手画直线？不太行，画正方形，我不太这样子，就是不同方向那一种，我不行，这需要有一点左手画圈圈，对，右手直线，哇，这什么？这还行。直接来说，画三角形。我们不在那么肤浅，要玩。你不要逼我去做一些附件动作，好不好？可以。这不是附件，这很难，好不好？对，两个人一起一对吗？哎，看一下哈。一个人，一个人。对，就是个别的。我们一人拿一组，对不对？对，一人拿。这什么？我要蓝色的。我没有。好，我要玩的是《Say Cheese》这一款桌上游戏啊！哈，这个有些观众应该都已经玩过了哈。那应该是我强项。简单介，是吗？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规则呢，翻开卡片之后呢，快速对应出，快速组出对应的嘴脸，喊出气势之后，并做出一样的表情才算完成啊。好，还要做一样的表情，你要组，然后要组出一模一样的，然后还要做哦。你是说从就是选一张卡，然后在那个卡的那个表情，然后去拼凑吗？对对对，就把它拼出来，然后自己还要做，然后喊气势来完成。我觉得你们可能要围圈吗？我懂了，太难了吧？这有一点记忆反应，对，这个太难了啦，还有智商，智商，我不能讲太早，不能讲太早，我要输的是我，为什么我有？
好，来，每个不一样，都一样，都一样吧？眼睛有两组哦，我眼睛是有两组，是不是？对啊，为什么眼睛有两组？对啊，因为有不一样的眼睛啊，全部都有两组哎，两组两个脸，这太复杂了，这个是都是鼻子，好复杂哦，这都是嘴巴嘛，有两组脸，眼睛然后鼻子。好，我们先试完一回合，好不好？好。所以翻牌要给谁翻比较公平？哈鲁吧，我翻吗？对啊，因为我们这样。对啊，翻的那个应该比较吃亏一点。这个很难啊，这真的超难哎。来，然后第一回合先示范啊，要喊什么？气死！然后也要做一样动作。所以说，这是一张纸，然后我们都要做出那一个表情，看谁最快。表情有没有？啊，这个你要先马上去找他，到他的那一个，找他的眼睛，找他的鼻子，找他的嘴巴，这三个就好了。然后拿起来对镜头说气死。这样子，然后气死，然后嘞，没有那个照着他的表情，没有那个，我怎么我会动手脚？谁动手脚？哎，所以三个嘛。对，哎，为什么没有那个鼻子啊？这个吗？我也没有那个鼻子，就是挖鼻孔的啊。我挖鼻孔就好了，一手挖鼻孔的。等一下，然后嘴巴的。可是，有没有？一个。因为他是小拇指，可是他只要一手挖鼻孔就可以了。他没有，所以他没有完全一样，对不对？对，会这个也是吗？对。然后要做个动作不是吗？就举起来。然后这样子，确实。好口，是是，嗯，看看，眼睛要闭起来啊，是是，看一下，是，哦，眼睛要闭起来，好口，我觉得今天都被好像录，我觉得今天做这个单元根本就是恶搞那个女性来宾，我是没差啦，你要把他们的形象破坏到哪里去？是没差，我也没差，我一来就这种话，我今天被卡被没说形象，等一下是什么剔牙吗？不知道，看一下，还有吐舌头的，哎，对啊。好，所以我们要正式开始喽。好，摆完做完之后要拿起来，然后对着摄影机镜头对这一机啊，这一机好不好？然后喊去死。那机吗？那机还是机？对，我这一机好了。那一机好了，那一机好了，好不好？好。来，表情。真的是气死哎！真的被他气死了，气死，真的气死了，气死。好，来，大家都准备好了啊。嗯。好，那就请哈鲁来。好。哎，你不要把我拍掉，你把我拍弄掉吧。等一下。上吊眼，上吊眼，上吊眼。你不要练出来。没有这个眼睛啊。嘴巴什么啊？对，嘴巴是什么？嘴巴是什么？他嘴巴什么？他是笑而已吗？哎。哎哎，这样可以吗？随便，先拼的，先拼的。哎呀，不痛啊！哇！这样有吗？哇！这样谁第一名啊？圆圆第一名。耶！那我呢？哎，他嘴巴是哪一个？这个吗？为什么？我不是用鼻子，我不知道他用哪一种嘴巴，他用到什么口音？他嘴巴是那个伸舌头的啦。谁看得清楚啊？看起来好烂啊！他有伸舌头吗？有，太小了。还有吧？还是这个？还是这个？这个啦，这个啦，这个，他没有舌头吧？他没有伸舌头，他只是颜色比较深深而已。哦，他两片嘴唇颜色不一样。哈哈哈哈哈！他比较黑一点。他两，所以没有。你要丢之前，然后先给摄影机看过一次。我要很大。哎，哦，好，哎，那不要放上去好了。分数有出来了吗？哈，有记起来了哈。名次，刚第一名，对，然后一个是萨科二吧，嗯，哦，然后再来是郭建成，嗯，然后再是你最后，我最后了哈，好吧，这个游戏，库克鲁比每天都最后，加油，不行，我这个一定要跟你们拼了，好不好？好，来，还我本尊三，他们偷看，这是什么？看不太清楚呢，再帮我做，看不看？来。啊，这眼睛怎么了？这眼睛怎么了？啊，这眼睛怎么了？好，这是哪一只手吗？我又后面，然后再卡蒂没有完成，卡蒂没有完成，卡蒂没有完成，斗鸡眼太难了，我不会斗鸡眼，谁会啊？我刚刚有了，我刚刚变上吊眼，不会斗鸡眼。
斗地主。我跟你讲，人生中总是会遇到挫折，在这边不要逃，没有关系。你刚那一关还玩得不错啊。对啊，只是个小游戏，人总是会有比较，对对对，对，不用放太心上。来哦，走得过去。来哦。哎，这什么啊？这个眼睛是什么眼睛啊？挺帅的眼睛。是尤里安的眼睛啊。尤里安的。这个是凶凶吗？嘴巴是怎样？又是。哦，哎，怎么没有这鼻子？又是嘴巴啦。看我。我都还没找到嘴巴。哈哈哈，我有了。去。他们没喊我音了。我们有动作，我们不能嘴巴闭，就是到最后了吧？哎，我们嘴巴闭起来，对，又会讲话。这个嘴巴对吗？到底有没有牙齿啊？没有牙齿啊。大哥是错的，对啊，大哥错了。我找不到那种，我找不到合适。就这个啊，这个是不是？就这个啊，对啊。啊，好，你眼睛也不对啊，你眼睛不是这个，眼睛这个不行吗？这个。对不起，不一样啊！好像你，他明明很生气，他是生气眼。哎，我觉得不是，他生气了吗？我觉得是男生看不到细节。哎，对啊，说大概就是这个。哦，有这个比较像。你这个也不是啊。是啊，是啊，这个比较对吧？你是哪一个？大小眼啊？那个？不是，是生气。是生气，你要皱眉头。大小眼啊，大小眼啊，皱眉头。不要给他皱眉头。眉毛。他有皱啊，他有皱啊。这一个。他有皱啊，这一个。有人竞赛了。有人快崩溃了，快崩溃！真的没关系啊，我刚刚也没听出来，没有什么游戏都赢的啦。对啊，那没关系啊，对啊，反正你快打赢那么久，这边输一下 OK 啦，对不对？我前两天也被你羞辱啊，一样是圆圆第一名，啊 ，Sandy， 哇，圆圆一个厉害嘞 ，Ruby， 嗯，然后阿 B 跟沙哥就都失败 ，GG，GG， 还有吗？还有吗？我们要玩五轮，哦好，还有啊，我有机会，你没有机会，第四轮，我现在第四回合，我有机会，你没有机会，好，第四回合的题目是。啊，我们都不能看，我们不能看荧幕，不能看电视哦。哦，好好。我们要看桌上才算。去来了，又是这个，一样的。你们挖鼻子嘞？对呀。这样。哎，我的小指头嘞。我好了，谢谢。哎，嘴巴怎么张开？去死！哎，去死！去死去死！有了，去！我还在找嘴巴。嗯。不要找了！为什么我找不到？那嘴巴打开嘛，对不对？好，在这里。对啊，对啊，对啊。OK， OK， 一样的，一样的，一样的， OK 哦。Jeez。好，所以第四轮是森迪牙 B 萨克圆圆。好，我最后。好，逆转啊！要逆转是不是？最后一个哦。最后一个来。啊，还有啊。你要学不学学我？你要学我？一开始就两个在转，一开始都在摆了，是不是？还蛮贱的。好，预备，开始。啊！你怎么了？他眼睛有事吗？眼睛怎么了？这眼睛，这个眼睛，然后为什么眼睛这样了，还要挖鼻孔？哎，这边有挖到两只手一起挖鼻孔啊！去！去！去！挖两只手，这怎么用啊？去！萨克，嗯，哦，不是我先吗？你那么慢，我先吗？我已经让你十几伏了，好不好？没有啊，这个是我先啊。阿 B， 然后再来是 Ruby、Sandy、圆圆，圆圆是这样。哦，好，所以刚刚是第五个人，对，第五人啊。好，所以我们这个游戏还不错哎，还蛮好玩的。虽然说，我觉得叶子应该还蛮庆幸今天自己没有来。我觉得他应该没办法放那么开。好，那我是觉得我们回去看重播的时候，应该觉得很那个。我不敢看，我不敢看。可以做表情符号了。可以做表情，回去自己剪，对吧？剪精华。不要剪精华，要跟他们讲。他们一定会剪。他们一定会剪，他们一定会剪。好，我们回到座位上吗？归位。那我们来得及玩第四个吗？还是要到下一轮？有谁的念是？哦，没关系，那个放着就好。可以吗？看一下，我们四十分哦，还可以玩呢，还可以玩，好，还可以玩，还可以玩啊！我们第四道关卡是我们的我们先看一下第四道关、第三道关卡的结果好了。好，统计出来了吗？那么快吗？还没，对啊，还没。好，没关系，那我们先念一下第四道关卡，心理素质啊，其实在比赛的时候，选手的心理素质准备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比赛的时候不能有比赛病嘛，因为平常在台下打得很厉害，结果一上台。
就整个不行了，因为这其实跟心理素质有关了哈。赛场上的专心程度非常重要，保持专注度对选手来说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问一下阿 B 都怎么样调整自己的比赛心态？突然 Q 你，其实也没有特别，因为我就是放轻松打啊，就这样子吧，平常心就好了。平常心嘛，对不对？对啊。其实平常心就能发挥平常他自己最好的实力，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呢？为什么不问我？你都付说要付出，到现在都还没有打出什么东西来，对不对？啊，也是也是。啊，虽然说我那好，那我们呢接下来呢要怎么测试呢？又要请出我们的这个道具，我真的是很想把它从麦卡杯里面移除，你知道吗？这什么？这个就是那个测谎机。哦。真有这种测，这真的会测谎？对。啊啊！讲谎话会被电吗？还是怎样？对啊，他就会有一个电流，有没有？真的假的？其实，我每次在看那个测谎机的时候，都一直在练习，就是说怎么样可以避让心情平静，对，就是测谎机不影响心情的情况下讲出那种违心之论。那首先，第一件事是要先骗过自己，对，要先骗过自己，要先骗自己，你要先自己想象中自己真的有那么一回事，或者是没这回事。但是测心跳快不快，对不对？是吗？因为你讲话，所以他是先测一个基础心跳的意思吗？是吗？是这样子。对，就一开始你手掰下去的时候，他会开始测。哦，然后等一下看是不是更快或很快。对，你要讲，比如说你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你要按嘛，按完之后回答问题，然后如果心跳，比如说你的心脉数有比较不一样的话，它就会电。那我现在让我心跳很快，我先跑一下。对啊。等一下，真的会电。我先。对啊，还有如果让我们心跳跳很快有用吗？对啊，先跳很快，然后再看，哎，还好嘛。所以我先去跑一下。那我那就它在瞬间波动，瞬间波动，瞬间哦。哦，所以我去跑一下没有用。对，哦，我真的很不喜欢玩这个。那就维持在最高的情况下，就是一直在跑步的时候，然后再回答这个问题。你边跑边跑边跑边用，蛮累的。好了，所以我们一边玩游戏边做这个是不是？没错，没错。就是要保持平常心啊哈！哎，你先看那电力是最大还是最小？好多问题要在这个节目上问你。对啊，最小好不好？真的不行，私下是私下是。你的问题我都害怕，你的问题我害怕。啊，有有有，调到最小，调到最小，因为这那你可以试看看吗？你先试看，试试被电一次，试试看最大。因为看到底多大程度。我现在有点后悔叫哈鲁请你来，你知道吗？没有了，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已经被电过好几次。那对啊，电流大不大？不大，会跳起来。因为我上一次被电的时候是整个调到最大。哦，那就最小的，最小最小最小。好，有就好，有就好，有就好，就是有一种电疗的概念，电疗是微微的这样子，有一点微微的电流这样子。好，所以呢，我们要怎么玩？就是边玩游戏，然后手放在上面嘛，对不对？所以不示范。好了，好，我再示范了，好，来。那要讲什么？你是女生吗？那种感觉？没有，就直接玩游戏。你是不是觉得你很帅这样？然后边玩还要边回答其他人的问题。哦，对，有这么硬吗？等一下，我要问。好，来，你现在是真爱吗？这个好啊，我真的很讨厌这个东西。到底谁请他来的？不要这样。所以我们直接按 start 就开始，是不是？哦天啊！可是你还要，你是右手玩对不对？我用右手玩的。那要不啊不啊，坏掉啊！拆起来就没事了，坏掉，拆起来就没事。没有啊，没有问事，好不好？好。啊，现在 reset 是不是？对，你看现在 reset。现在没有亮亮哎，有电吗？哎呦，没电的还不错哎。哇，没电了，不能玩了。开关应该有开关吧？没有开关。没有啊，没有啊。太可惜了，居然没电，关掉了啦！哦，靠腰。哎，最小的吗？最小的吗？现在？来来，等一下，我先手先放上去。好，不要紧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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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最紧。对啊，明明是你在紧张，我还好吧？我已经被电那么多次了。我还没被电过哎！哎，开始了吗？开始了吗？哎呦，有亮了！开始更亮了！对啊，它亮了，它亮了！你吓到我了！我看被圆圆把头发一拨过来，怎么吓到？有了吗？有没有亮了？有在转圈圈的。对对对，那像定时炸弹感觉，有没有？所以要干嘛？要干嘛？还要测定你的那个。B 哦，先测 B。你现在应该没有心跳很快。B 你是真心的吗？好，你现在。不对，开始哦。你是不是干嘛？就这么简单哦，就接球而已啊！啊，我们要问他问题是不是？按吗？没有按，要按按钮。他应该不用了，他现在等一下就会那个。那有的话就会电的。那你是不是其实想要？去别的节目哦哦哦！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被电？为什么会被电？不是，老师，你想要去别的节目的意思吗？没有，你都还没问完哎！为什么？到底什么了？好恐怖哦！很痛啊！为什么？到底是哪个题目啊？不是刚刚最小吗？对啊，可是还是会麻。
不是，你是哪个题目到底？他会自己一段时间，所以你们玩家等一下，然后他会。我以为你想要去其他节目了。哦有你刚问到这一题，我稍心里有稍微抽一下，这样了解吗？对，就是这样子。最后还是比一下你们那边的分数。好，那几分？好，我39分。闯关要求是你要不要重来？没有示范就示范嘛，不要，我就这样就好了。不要订那个抖内200，为了卢比斗哥，谢谢。哇，没看到名字，要不要再多被垫几次？喂，越来越多。才不要嘞，好，换你了。好，哎、欸，没有，我还是你要先预约、嗯。没啊，就是这样顺、啊，就这样顺。没有。我们现在男生有没有分数啊？我现在不太懂这个游戏怎么玩，我要多看几次啊。要了。Sandy， 你好好吃宵夜吧。感谢过。哇，之前的 OK。我是谁？我。不，我。圆圆，你要先吗？对，可以了啊。他到底什么情况下会电人？就是你心率，你超过他的，他一开始会测你的平均值，你超过了平均值，他就电。好，好可怕哦！真的会很臭吗？不会啊。这种有的时候有些问题，这个是就算被电，然后装作没事。都可以。OK 哦。对，都可以。好啊，牺牲自己的肉体就可以了。对。我是觉得有点没有，不要被我吓到。你像你刚刚像也吓我。好。还要按一下 reset， 按一下 reset， 不用紧张，不用紧张，我们先让他快一点。他需要一段时间侦测一下，先让他快一点，是不是？结果一 reset 他直接电了，气喘病发了，我们喘成这样，好累啊！平常心，平常心。你这样，你现在会开那个喇叭开很大，那个观众会觉得，现在我是转到什么频道？你就是要用那种打决赛的心情，故意把那个。心情压抑，心情压下。好，哎呀，好可怕哦！我打，我这个要干嘛？就这样子，就去接他就对了。OK， 移动拍子去接。哎，怎么？不是他现在测完了吗？开始，而且这要玩三次是不是啊？我们问他问题，问他问题。演员觉得那个麦卡贝哪一个男主持人最帅？主持人哦。对啊，你有上过卤蛋当家，也上过宅子。卤蛋，他是卤粉啊。对啊，死卤粉。谢谢。你想激他是不是？对啊，我本来想激他，然后心跳高一点呢。好，那好，那接下来问一个好了，那个麦卡贝女主持人里面哪一个最漂亮？接定。哦，不错嘛，选一个最不容易被得罪的啊。为什么？没有啊，没得罪的啊，我没被电呢。有吗？对啊，没被电啊。对，他都会讲真心话啊。哦，真的哦，好吧。讲比较难的问题，比较难的问题是。什么事情啊？你没被电，然后还没错啊？好，那他是有被电吗？我不知道哎。赶快，我觉得他会第一名哎。好，那现在到底交过几个男朋友？问题。私人问题不发问。糟糕，绿串，97分，所以都没被电。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被电、欸。为什么？应该是没有吧？应该是没有。对，我。怎么样？他结束的开心一点。我又阳错啊！你们当我装开心一点。可是他刚刚有电的时候，应该会那个吧？哇，有亮吗？所以我们刚刚一开始，啊、有亮吗？应该赶快先过去。完了，我先赶快完成。我到底会不会很痛？不会啦，跟我们上次那个终极密码那一个哦，那差多了，那个比较痛哦。好，那就好，那个比较痛。好了，哈鲁来。可是放上去的时候，哎，我算几分？这好像那个行星卡差一点，我差一点呢，3分，可恶。就本来想问问题，可是你该问的问题，那我知道，不要问。但我的问题千万不要问，实在是想不出什么东西。好紧张哦。好紧张是？对啊。我是来麦卡贝，最好是，我要澄清，我好想澄清哦，哥可以澄清吗？澄清什么？这可以澄清吗？你讲啊，就是其实那不是，那我不认识那个男生，那个男生是外拍，拍外拍的。哦，真的吗？哦，你是说你去看拉米狗的时候是不是？哦，好，没关系，不用理他，来。我要按哪一个才开始？你要 start。不会，我觉得如果是季永东的话，他还是会对女生怜香惜玉，会吗？怜香惜玉？不会。不会吗？不会。不累。你手一放上那个电击器，你就整个人变痴呆了。哎，要问问题。对啊 ，Sandy 那个、啊，还有什么问题可以问 Sandy 哦 ？Sandy， 你觉得麦卡贝里面最漂亮的是谁？
杰林啊，一直都是杰林。那你觉得你跟叶子谁比较漂亮？你说什么？你跟叶子谁比较漂亮？我跟叶子。对，我们俩漂亮点不同啊，你要找个东西让我区分。哎呦，哎呦，那我跟阿 B 谁比较帅？我讲什么要再听啊？你好歹也讲一个吧！你太多秒了吧，我好伤心哦！好歹讲一个啊！哇，中肯呢、欸。好，哎、欸，又电我了、欸，哎，电我了，电我了，电我了。欸、有没有会麻麻的，对不对？他电我了，我还可以继续玩哦、喔。可以啊，可以啊，哎、欸，不行哦、喔。玩到你，玩到你可以啊。你可以玩到过关，可以玩到过关。欸、那不知道问什么嘞？对啊，没什么好问的。那你在士林都上次遇到在做什么？我跟家人在吃饭。哦哦，那你会觉得开台的时候，观众有一些观众是不是真的很烦？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很会哦、喔，很会哦、喔喔。那演恋爱教室都是亲身经历吗？不是不是，都是也不是我亲身经历。哎、哦欸，我分都出来了，一百六十几分。耶、yeah ！我觉得怎么样？我真的觉得怎么样？哇，他的电脑真的是好多了，友善，友善，我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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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换上课了，是不是？来，调大一点。哎、欸欸，没有没有没有，你、啊、我你他这个你、啊、我。什么？什么？你我他？你我他？你我他？我没有调啦，你们怕什么？哎、欸，这个很友善，真的啦，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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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了，好多了，真的。你要回到以前，我真的很怕，我不是，我真的很怕。这么久没来，对不对？状态是应该的、啊。红档哎、欸！哎、欸，不要讲，不要讲起来。对，真的有，很害怕。我觉得你们都被我一开始唬到了。没有，因为我记得我上次玩，我第一次玩，我记得我们节目有做过类似的。Hello， 你为什么一直在往右啊？我有看到，好吧？满了啦！没有啦，已经满了啦！节目出国，中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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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欸，他还愿意承受中间呢、欸？节目效果，赶快按鼓励啊！赶快按鼓励啊！心理素质，心理素质。没问题。你可以 play 不累啊，你是不是觉得这游戏很简单？对啊，干了，超甜的啦，太快了吧，超甜的啦，你是不是觉得刚刚全部游戏应该都你第一名？对，哎，他没有，你是我是真心觉得，我应该，你是不是觉得你穿那个衬衫很帅气？是，你对你对阿 B 有什么感觉？你讲，他是个小屁孩。你是觉得潘老师其实应该根本应该请你，不应该请其他人？我完全正确，请我就好。那你觉得统神之所以这么红是什么原因？这是因为世界的乱象。哎，我有被电哎、欸！啊！所以你是爱统神的。我这是刚才那是节目效果对不对？不是，他一转要最大。等一下不能再转了，真的不能再转了，头都不能再掉。有没有觉得今天这个节目通告费不好赚？这有很辛苦，我还要干。我本来刚才是不是骂脏话？我刚才有骂脏话，我本来预计今天下通告之后马上抽一单，但是我现在觉得很辛苦，我不抽了，不抽了，血肉钱不能拿来抽。对对对，受过加持。不过你的分数怎么越来越高啊？你也蛮厉害的。对，没错，我要拿到 S 我才要停。不是啊，那调就最大，调最大。等一下，不能再调，真的很痛。眼睛是有度数的吗？有度数的哦，不是为了要装帅戴的。哎、欸，好了，还有差两分 S， 哇，一球啊，好厉害，怎么这样？大家越后面越厉害哦。那我觉得有一个人很害怕的感觉。没有啦，刚刚是讲话，然后不讲没有阿 B 啊，刚刚是节目效果啦，真的可以啦，真的可以，真的可以，真的可以。哎、欸，职业选手心理素质，因为我比较心理素质呢，不要听你们这些妖言惑众。你今年能不能拿到卡普空杯冠军，就看这一次了。我先调息我自己。体内的气息，问一题就要按一次啊！好，问一题就要按一次。没有，我们没有要玩的哦。问完一题就要按一次了。就因为他如果这边在闪，就是要再按一次。对，没关系，我没有玩了。好吧，对，没有玩了，全部都是。没有，原来是数字，我刚刚是一而已。哦，这数字哦，你们可能是啊，那个啊，不是我阿斌，首先放上去再说嘛。我叫。对啊，二也挺多的。就没有了。没有了。突然觉得我很有勇气耶！不是，等一下，第一题直接问，第一题问，等一下你拍死啊！你不要啊！没关系，我们知道第一题要问什么了。好，太多问题可以问。好，OK。快点，那个聊天室的帮忙想问题，快点。
好，来来，好，福雷按下去。但我用流手按的话，会不会电的？不会不会不会。最重要的后面一点按。好，真的。前面先让他沾一点分数。前面前面前面。跌的。好，跟小蔡怎么认识的？学妹学妹。学妹。哦。那个时候有没有攻略其他的对象？没有没有没有。你确定？先要要求接吻，我忘记了，忘记了，忘记了，结婚纪念日，哎，还没结婚哎，为什么求结婚？交往纪念日，什么时候要娶小蔡？等事业有成以后，事业有成，那可以接受。怎么样是事业有成？小蔡是第几任女朋友？第三任。哦，这个有节目，节目有讲过的，讲这个怎么样？好，什么时候是事业有成？就是事业有成。他现在一直想要很冷静，我们再把他调高一点。你超专心在接乒乓球，不行不行，快点快点快点，题目，快点快点，聊天室帮我找想问题。都是 WWW 没有题目。告白纪念日，谁记得告白纪念日？这应该很难吧？你有记得吗？啊，告白纪念日没有什么告白纪念日。有人说不是，有人说不是第四任吗？8月12，八月十二。哦，不错，小蔡对不对？小蔡对不对？他是你的真爱吗？啊，是是是，真的吗？你说三次是，你说三次是很不诚心哎。他说有没有变心过？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哦，一刻的质疑都没有吗？没有，我绝对没有质疑。是要关 reset 吗？上来台北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要偷吃？没有没有，不会，我不是这种人。有没有偷吃过？我的天啊！这个我不敢问，有没有偷吃过？没有没有，绝对没有。啊不错哦，分数很高呢。哎呦，哦 A 哦 S 呢？不错啦，不错啦，不错啦，不错不错。刚刚怎么一开始就被电了一下？我觉得一开始的问题问太早了。你说那个？没关系，就是小蔡放心，他是好男人。对，为什么你只被电一次？我觉得你很多都说谎啊。我没有错啊，不要害我啦。好，我们让后台统计一下分数，所以我们要这一趴就看分数，还是下一趴再看？看一下时间，我们现在45分，差不多吗？下一趴再看分数嘛，因为我们下一趴呢，现在先统计一下。对，我们要先让后面帮我们统计一下，那统计出来的分数呢，会作为等一下我们下一趴的那个。哦，拜五好快打的那个，因为我们两位都是算是不错的玩家嘛，然后两位是新手，那所以呢，今天就要来两位负责教导这两位说如何在他们比较有利的条件之下来教导他们玩快打旋风舞这样子。好，所以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这一趴广告休息比较长啊，休息的是10分钟，10分钟之后回来继续回来我们的拜五炮信。可是我现在是快打杂鱼耶，不会啊，可以啊。您现在收看的是麦卡贝伦直播。